声音也难听。在我刚出生的时候，爸爸就死了。于是我和妈妈生活在一起，可她却想要个弟弟，所以她很讨厌我。我的家境也很贫寒，班上的人也都很讨厌我。又要去上学了，估计今天又会被他们打。妈，我去上学了。去就去呗，你跟我说干嘛？你也不看看你长得又丑，声音又难听，而且你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丈夫就死了，你就是个赔钱货，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生你下来有什么用？好吧，那我以后不生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难道长得丑都来被打的吗？算了，大就大吧，都习惯了。包公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你也不看看你还是个人吗？天天迟到，学习也不好。你也不学学校花小葵，把你那破本子放了就滚出去罚站。哦，迟到了。好了，大家都安静，不用管那个丑八怪。到底是为什么？不，总算下课了。喂，你这个丑女还不快让开，我着急去上厕所呢，碰见你真是晦气。可是我什么也没做错啊，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打我骂我？少管闲事，你这个狗东西生下来就是给我们打的，你有本事就长得好看点啊。哦，啊，这样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死个头啊？同学们上课。好了，放学了，同学们回宿舍吧。终于放学了，赶紧离开这整地狱。啊，希望小葵不要再附身。不，终于到了，可累死我了。不好，他怎么在里面？外面的人是谁？给我滚进来。哟，原来是你啊。哦，是我又怎么了？哎哟，你还学会顶嘴了，快来交保护费500。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，你能不能先放过我？我明天再交给你。这可不行，既然你没钱，那就打你好了。不，不要，今天能不能先放过我？我跪下来求你了。哟哟哟，你还跪下来，真以为我会心软啊？完了，这次打出血了，还是快跑吧。死，好疼啊，还是先把血迹清理他吧。终于清理完了，赶紧睡觉吧，下午还要去上学。下午了，又要去地狱了。报告，行了行了，你别报告了，自己回座位上去，跟你说话真浪费口水。好吧。本子忘记拿回去了，又被他们撕烂了，回去得重买一本了。丑女，你跟我来一下厕所，我给你看一个好东西。我才不去呢，你肯定又要打我。叫你去你就去，别那么多废话，再敢对我顶嘴，下次直接给你打死。好吧好吧，那去还不行吗？我站在这个位置来，我以后就都不打你了。好的好的，呵呵，可真是好骗呢。你又要做什么啊？呵呵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憋多久。一二三，才憋到这么点时间就昏迷了，可真垃圾。呼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。算了，还是先回家吧，不然要挨骂了。终于到家了。回来了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回这么晚是干嘛去了？是不是又跑外面鬼混去了？妈，那没有。哟，你还敢顶嘴？刚好家里也没有吃的了，你就出去乞讨吧，乞讨不到食物不许回家。妈，可是外面很冷，叫你去你就去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好，好吧。有没有好心人给我送点吃的呀？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。呦呦呦，这不是丑女吗？怎么还来乞讨了？你可真是搞笑呢！送你几条虫子，回去慢慢吃吧。求你了，就送我点吃的吧。我妈说我要到食物不去回家。真以为我会可怜你啊？我可是这个小镇镇长的女儿，以后再敢顶嘴，我叫我镇长把你踢出这个小镇。好，好，那以后保证不顶嘴了。哎，今天没要到食物，回去该怎么和妈妈交代啊？今天没要到食物，没要到是吧？好好好，你给我滚出去睡吧，
没用的狗东西，出去睡走，出去睡，谁稀罕。一整早上了，外面好冷啊，昨晚都没睡好，希望上课时不要打瞌睡吧，死，腿都被冻僵了。呼，好在今天没迟到。喂，丑女，你进来都不报告的吗？给我回去重新进。可是你昨天不是不让我报告了吗？我叫你去你就去管那么多干嘛，信不信我开除你。好吧好吧。你进来吧，真是个不要脸的狗东西。啊，那都知道今天又会飞吗？幸好我昨天买了新本子，不然又被蛇了。这么快就下课了，但愿不要被打吧。丑女，你昨天没交保护费，今天就交一千。小葵，你也知道我没这么多钱的。好好好，你昨天没交，今天也不交，你来学校是干嘛的？是喜欢被我们打吗？就是就是，一看就是卖的。哈哈哈。你们可以骂我打我，但不能对我开黄腔啊！那咋了？顶嘴，住大麦哈！啊，班里那么多人在这打，肯定会被发现。要不带他去花园吧？丑女，你跟我来一下花园，不来就打死你。好吧，他又要整什么洋模子？来了，然后你，呵呵，你没交保护费，我们肯定是要打你啊，不然还能干嘛？打完刚好也中午了，先回宿舍吧。呼，头好晕。浑身都好难受啊，为什么那天生就是被打的命啊，去上个厕所吧。赶紧回宿舍吧，不然都睡不了觉了。丑女，你回来了，快过来跟我们聊会。死丑女，你今天必须交保护费。你看看你都欠几天了，可你们不就已经很有钱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我的钱？管那么多干嘛呢？让你交你就交，我告诉你这个保护费，你再不交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可是我已经一分都没有了，我上哪给你弄钱啊？我不管，我不管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弄来的一千，不然就把你杀了。好吧，那我回家问下妈妈。要上课了，我们赶紧走。哎，觉都来不及睡了。呼，还好干上了。你给我滚上来，又怎么了？我最近真的越来越看不惯你了，所以我宣布你被开除了哈。能不能不要开除我？想得美，把你的本子带走就给我滚出去。好吧。哎，被开除了，不知道妈妈又会骂我什么。招弟，你是不是被老师开除了？你知道我为了让你上学费了多少心思吗？结果收到你被学校开除，我真的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。哦，哎，全世界都讨厌我，那还不如气死算了，把本子放了，就去跳楼吧。还是有点不干你。你这个死丑女，还不快点跳啊，在这里装什么？就是就是，想跳就跳，不想跳就滚下来。我都要跳楼了，他们还骂我，要不跳下去算了。死了就好，你留在这个世界上真是污染环境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快醒醒。我还没死吗？等等，这是哪？你又是谁？你先不要慌张，听好了，是我救的你，还帮你改变了容貌和声音，然后这个房子就给你了。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要走了。我的容貌变了，我有点不太信，要不去照照镜子吧。哎，不是，还真变了，还怪好看的嘞。对了，还不知道外面那个人是谁呢，赶紧出去问一下。你说你要走了，那你到底是谁？这个你不必知道，你就跟我说一下吗？哎，别走啊，算了，走就走吧，刚好参观一下这个大房子。不得不说，还真挺大的嘞。那我既然变好看，变有钱了，那你们的死期到了。刚好天色也不早了，先上楼睡觉吧。嗯，已经早上了，先去上学吧。顺便想一想怎么报复他们。报告，是新来的吧？上来做个自我介绍吧。
你们好，我叫小英，是一名转校生。看你这么漂亮，你以后就当校花吧。但是没座位了，你只能坐之前那个出生的位置了。过几天我叫人给你当个新座位哈。好的，啊，没想到以前的我都死了，老师竟然还在骂。就是你这个人抢了我校花的位置吧？我告诉你，给我生气的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就是，你这个入真是不知好歹。那咋了？阿斯，我都变好看了，他们还来骂我，到时候有你们好果子吃。没想到这么快就上课了，等下课时再来惩罚你。实在是气不过了，什么时候下课啊？好想报复他们。老师，我们上个厕所。阿斯，等他们都走了，跟上去看看情况。老师，我也上个厕所，去看看他们在不在厕所里吧。不错，在里面，刚好路边有一些石头，拿石头把门堵住，让他们迟到吧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迟到了。你们怎么搞的？算了，进来吧。呵呵，报复他们的感觉真爽。咦，是不是你把厕所门堵住，害我们迟到的？不要瞎说哦，我可没有。你还狡辩，班里没有一个人敢惹我们老大。现在就你这个新人最有可能了。万一有人背刺你们呢？别什么都说是我干的。看你这个性格，你不会就是丑女吧？就是，一定是你假装跳楼，还偷了你妈的钱去整容。请两位不要撒谎哦，那个丑女都死得透透的了，怎么可能还活着？算了，懒得跟你这种人对骂，我们先回家了。他们都走了，要不我也走吧，刚好又想好了一个报复他们的办法。现在去零食柜拿块蛋糕吧。好了，把馅放进里面吧，放这点就够了。现在把这块蛋糕拿给他们吃。谁大半夜的敲门啊？来了来了，怎么是你？我对我早上做的事感到抱歉，这块蛋糕是道歉礼，希望你们能接受。嗯，不错，你还算有点良心，这次就放过你。嘶，肚子好疼啊。呵呵，你们可真单纯呢。那我就先走了，祝你们拉屎愉快。明天得再想个法子报复他们。终于到早上了，又可以报复他们了。昨天都忘记带午饭了，今天得带过去了，要不然又得饿肚子。你昨天为什么要在蛋糕里放泻药，害得我们拉了一晚上，觉都来不及睡了。就是，你是不是纯洁啊？哦，还不是你们早上无缘无故来骂我，谁叫你们这么笨呢？你，信不信我老大给你打成三星折叠屏？不信。对了，你包里怎么有香味啊？让我们看看。诺，给你们看。啊，不知道他们又要整什么幺蛾子，先配合一下看看吧。这是我的午饭，你们不要多想，我们拿去看看，放心不吃。啊，那个丑女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在她饭里下毒，怎么还死了校花的位置又可以归我了。好了，还给你吧。好的，阿斯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饭里下毒，去食堂把饭做成奶茶，让他们试试毒。终于做好了，拿去给他们喝。这是食堂阿姨给我让你们喝的奶茶，你们先慢慢喝吧。知道了。呵呵，不知道他们又会是什么样的惨状。这奶茶有毒。不好，同学你们没事吧？老师，这里有两个人晕倒了。什么？不会吧，这我看看，好像还真晕倒了，赶快送他们去医护室。小英，你跟我来一下办公室。好的。啊，不会被发现了吧？
老师，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那个小葵和瑶瑶是不是你陷害的？不是，撒谎！别以为你长得好看，你就可以给别人的奶茶一下毒。老师，可是他们先陷害我的，这件事我等会查清楚的。老师没怪你，只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，你可以选择无视的。好吧。